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不同的梦想，过着理想的生活，遇见完美的爱情，守护幸福的家庭。因为有了这些梦想，我们都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总有一天，我的品牌一定要被看见。一定会的，我相信你。为什么你要把甜椒切那么碎？因为 Case 姐姐不喜欢吃甜椒啊。刘爸爸是男女朋友吗？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条件要100%的契合。谈恋爱真的千万千万不能够强求。爸爸回不回来还不都一样，只会睡觉，都不会陪我跟妈妈出去。老公，早点回家。以前我都觉得人生只要好好规划就可以过上一个理想的生活，升职加薪，存到第一桶金，然后结婚。平时看得很重的事情好像没那么重要，反而觉得重要的是珍惜身边人。我希望可以跟心爱的人办成梦想中的婚礼。他跟你求婚啊？你们像彼此的空气，习以为常，这很重要。你们都没有想过在一起吗？就离开远一点哦！你问都不问清楚，还跟踪我，然后把丫丫一个人放在家里面。幸好我跟丫丫待在家里吗？你们不要怪妈妈，很辛苦哎。妈妈，她还能像以前一样。我们都没有问题，只是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来让彼此变得更好。只要凡事具备，一定能够美梦成真。